哦，这是里面。难得哦，正好可以进来。对呀、啊，还可以进来。我拍远一点，拉镜头拉到那个很特别的十字架。那个木头是你说是雕的是？嗯。哦，它这个至少可以坐两三百个人。这里面哦，风把一些树啊，那不晓得种什么树，作物，这样全部吹倒，连根拔草都倒下去啊。那这惨兮兮呢，整个州都完蛋了，结果后来有人去看，这个树整个应该倒下去，现在已经都报销了。现在如果把树干切掉。